casual glass shoes. So if anyone wants to try the glass shoes, this is the right time. 很像公主，像王子为公主穿鞋的时候，感觉就好像做那一下子的公虽然脚不是要露在外面给人家看的啦，但是比较hidden的东西更加需要保养，我觉得。重要啊，因为就是很多人只是会看脸嘛，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是整体的嘛，就是你从头到脚其实都有人会注意啦。